我靠！你这司机是干啥的？这司机每天6点准时发片。你是猪头医生吗？这个声音是三小。对啊，刚刚跟几个伙伴要一起去看屈原，不小心死翘翘回来了。死翘翘？对啊，你可以再赞助我1块或5块吗？5块也好，1块也好，我差1块就可以买面包了。 谢谢 bra bra， 谢谢薯条，感恩你们，谢谢。我赶快去买，我快渴死了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好的，好的，快！先去找我的车啊，顺便买一下那个东西。车子还在沙漠啊，对哦，没有缓冲哦，早脱掉了，脱掉我也没有钱。Hello 司机 ，Hello 司机，你要去哪里啊？你会到北边吗？你要去哪里啊？北边的商店。不然你先上车啊。 好啊，好啊，搭个便车。哎，你才刚进来这个国家吗？对啊，我才刚徒步环岛玩而已。这么厉害哦！我环了9天哎。9天哦。对啊。这样你都不会饿吗？你有钱啊。我那个有人赞助我啊，他们看我很辛苦，都会给我面包水。真的哦？对啊，我就这样走了9天又9夜，然后都睡路边。最近会去那个吗？那个？ 可能很多人的地方啊，去跟他们聚会抬杠啊之类的。我如果有过去有经过，我都会跑过去跟他们聊聊天。他们都不理我，都有边缘人症。不会啦，你就跑过去跟他们装熟，他们就会理你了。我跟你讲，一定要装的可怜一点，你就过去说：“先生叔叔，可以帮帮我吗？”他就会帮你了。 肚子好饿，没有面包。对，你要再低沉一点，你就说、哦、我肚子好饿，没有面包，你可以帮帮我吗？这样，哦、你有学起来吗？有。但是我现在不是在骗你，我是真的很穷，我真的很穷啊，我身上就剩下27块了。那你要不要吃面包？好啊，不然你给我几个面包啊！不要问，直走就好，就差不多这个农田就好了。我差不多在这边下车就可以了。这边吗？对，这边就可以了，谢谢。哇，3个面包哦，这么多哦，一个要10块呢。好啦，这3个给你啦，3个面包，3个水。让我们加个电话，我等我发达，我一定会加倍奉还。怎么不要脸？出外靠朋友，你没听过啊？是不是？好啊，感谢你哦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你还没跟我讲。我叫三小。 山是山上的山，小是小朋友的小。哦、我妈妈都跟我说，做事情要三思而后行啊，小要就是要很小心翼翼，所以我妈妈就给我取这个名字叫三小。好的，谢谢你哦。三小小心点哦，拜拜。啊，你有死翘翘吗？没有，那个有的已经先回去忙了。 哦，好啊，没关系啊。但是不然根本没看到，我是看到银头发就回去了。啊、哦，银头发他是警察呀！哎，我看到我的车了。哇，这个是不是坏掉了？坏了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把它推旁边一点好了。等一下要不要加个水？好的，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叫安迪。安迪哦。对啊。你会不会唱《笨小孩》？不会。是哦，那你为什么会叫 Andy？ 小时候学的。是哦，那你知道 Andy 是哪个偶像的英文名字吗？刘德华吗？对呀、啊。哦，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，出生在60年代。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？有，但是不知道歌名。哦，了解。感谢你哦，我们加个电话吧。哎，平康，你等啊。我看看拖吊车一塔多少？1000块。 这么贵啊！那算了。哎呀，我想要借后面这一台啊！这个穿嘻哈的怕拿枪哎、欸。Damn， 他说 Damn。哦 ，God damn， 先发制人哦啊！哎、欸，你们知道 GTA 可以闪吗？你看到、哦、可以这样子哦，他打我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可以闪过去，然后连续攻击呢。你们知道可以这样吗？你在干嘛？打架？ 没有啊，他就喝酒醉，就突然攻击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看，哦，哦，开始了，哦，帮派聚集，啊，糟糕了，Oh my god，啊，好危险！你看看他们，好恐怖哦，他们。嘿嘿嘿嘿嘿！狗蛋 ，God damn it！ 欺负我是一个游民。 啊！糟糕！哎，你是猪头医生啊？不是啊，我的头发。不然你是谁？我薯条啊，我的头发这一根一根的薯条，哪里有带你去啊？我要去换渔夫的。啊，你也是渔夫啊？对啊。哦，好，带你去。谢谢。我刚换完衣服啊。然后我还没换，没有，我本来想说抢一台啊，这样我就可以开车啦。 你要去啊？对啊，那我跟你一起去好吗？啊，我第一次当渔夫啊，真的是旷工。好啊，那我搭你车吧。耶，得到免费的车票，很远哦。哦，讯息怎么满了？今天打算去你说的景点吗？会啊，但是现在我要先赚个钱。 这工作是，600块一趟600。有人说送油车比较好赚，但我觉得还可以啦，就是这样子慢慢做。这个好处是不用一直开车，你就到了就停着这样。然后我也曾经想过说，哦，我想说直接从这边开船然后去卖，我好像有点太远了，大概要开个10分钟才会到。好啦，我们回来了，这一趟我们就可以让钱回到800了，那我们就再一趟就可以领回我们的车子。 然后等我们把车子给领回之后，我们就去看那个神奇的地点。我们现在从这边先找一个车子，准备回去啊！哇，有飞机耶，好酷哦！这辈子第一次看过直升机，怎么会有飞机？先生，你来干什么？嗯？怎么了？ 哦，那个死掉的人，有人啊，我看到了，在这里。哪里？这里。看到了哦，你很会找呢。对啊。先生，你还醒着吗？醒着，痛死了。没事啦，一点小伤口，破皮而已。我就是想问他可以搭便车吗？等下问问看。我要把他救起来了。谢谢你。这个小伤口还会痛吗？ 现在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好，那我要回去了哦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我可以搭你的飞机吗？好像不太行欸。不行哦，哦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啊。先找一台吧，这边要找到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你是谁？我是路人啊，你是来捕鱼的哦？对啊。啊，你怎么死掉的啊？ 我刚刚想说要爬山，直接越过去，然后结果就摔倒。那你捕完鱼了？还没啊，还没，我连工作服都还没穿呢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！赶快找车吧。我靠！你这司机是干啥的？这司机很奇怪啊！我要去偷他的车。这司机这干啥？我报警抓他！我跟你讲。 没有，我们等一下拍照拍起来，说这个人这个计程车开车都没在看，然后直接把我们撞过来，我们直接send照片给那个警察局，在那边啦，在那边啦，找他理论，先找他理论。哎，偷来的吧？哇，他上锁了。上锁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们把他打坏，把他踢坏，差点撞死我，踢坏他，然后再。 啊，对不起，太远了，对，拍死。没有打到，把他踢坏，然后再报警。God damn it！ 等下躲在旁边偷看，这个人一定是偷车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人一定是偷车的。我们报警，然后说这个人差点撞到我们，然后他又偷车，罪加一等，好戏啊！好啊！好，我报警。好，你报警。 有戏！